董事长郭明健鸣枪声中，大伙儿不畏低温，卖力奔跑。国泰世华暌违三年再度举办路跑活动，以 Keep Running 为口号，象征全体员工持续努力不懈的精神。很高兴我们在疫情之后恢复举办这个 Cafe Run 国泰集团的慢跑活动。那平常其实国泰有很多的健康促进活动，有包括讲座、桌球赛，还有减重比赛。那我们这两天有举办个有序金融的研习营，这些小朋友昨天也来参加，那获得很好的一些收获。那我们今天请他们跟我们员工一起同乐。重视公益，长期扶助偏乡特色教育，这回国泰世华也邀请参与大树计划的南澳国小体育队小朋友一同参与。在学校只能跟同学跑步，然后今天是在跟很多人跑，觉得很好玩。去那个看那个总行跟那个分行，去看那个银行里面有什么东西。那这一次非常谢谢国泰帮我们安排在那个实际到金融单位的体验，小朋友从实际的开户还有到实际的到金融柜那边去领钱，那么也学习到怎么去辨识伪钞这个部分。今年有欢乐组、竞赛组跟闯关活动，吸引近3000名员工热情响应，不少人带着家人、毛小孩同乐，展现对运动的热情和集团向心力，一同跑出美好回忆。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